汉六年，燕王臧荼在没有汉廷允许的情况下擅自进入代地，因此被汉廷视为谋反。而我虽然是梁国相国，有镇守梁地的重任，但就当时而言，陛下对我还是要更为信赖，所以允许我领梁国兵以将军的名义随军参战，北击燕国。其秋，燕王臧荼反，商议将军从击荼，战龙图，先登陷阵，破屠军意下，却敌，迁为右丞相，赐爵列侯，与诸侯剖腹，世事勿绝，食一桌五千户，号诸侯，史记历商列传。此时的我作为领征一国的重臣，本无需再像那些年轻人一般冲锋陷阵了，而且我的年龄也不允许我再这样犯险了。但是每当我想到韩信还在南方安然无恙地当着楚王时，我便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当年大个惨死的场景更是会不由地浮现到我的眼前，韩信必须死。然而如今的我就只是一个梁国相国，所能够影响的地方也就只有一个梁国，可要想动楚王韩信，就必须要有更高的地位，更大的权力。那么我该怎么办呢？而今之计，唯有全力以赴，用赫赫战功来换取更高的地位。本来我不一开始就只是协同汉军主力作战，但还是那句话，我高阳历商是何人，只要是我参与的战斗，我都得是主攻。龙托在燕赵交界处，是扼守燕国的一处险要之地，更有燕军重兵驻守，因此我的机会就在这里。而只要拿下了龙托，我便有拿下定燕首功的可能。所以为了拿下龙托，我特意率领我的本部人马急速向龙托进发。很快战斗便打响了，虽然我军的进攻非常猛烈，但燕军也不遑多让，意识悍勇无比。为了尽快打开缺口，我只能亲自下场。我让我身边的亲卫们打出我的旗号，并率领着他们担任前锋进行冲击。看我如此，我麾下的那些儿郎们意识士气高涨，所以没有任何悬念，我顺利地拿下了龙托。而后我便乘胜追击，余下再破燕军主力，并击退其他燕军援兵。至此，燕国便在我的疯狂进攻下很快顺利平定。战后当我见到陛下后，陛下还为此指责了我，说我身为领军大将却如此犯险，真是不要命了。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知道陛下表面上是在指责我，但其实是在嘉奖我。事实上我的猜测一点也没错，没过几天，陛下便将我由梁国相国升迁为大汉右丞相，并准我入主中书，参与帝国军机决策。终于我的心愿达成了，如今的我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和影响力来办那件事了。楚王韩信嘛，就算你是大汉第一功臣，我也一样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十二月，人有上便是告楚王信谋反，上问左右，左右争欲击之，用陈平计，乃委由云梦为诸侯乌臣，楚王信迎，即因直之。史记高祖本纪，汉六年十二月，楚国的消息传来，旧楚重臣钟离昧抵达楚王府，并与楚王韩信会面，陛下勃然大怒，遂召集汉廷重臣商议此事。刚好在陛下废除太尉和大将军职务后，我作为汉廷右丞相，已经是汉军将领中地位最高的人了，因此这一次会议主要就是由我、丞相萧何以及护军中尉陈平几个人进行商议。所以当陛下问我们该如何时，我的态度自然就是一个字，杀。然而陛下肯定是不会完全按照我所说的来做，毕竟他也知道我和韩信的过节，可这么多年了，我还能不了解我们这位陛下的心性吗？要是钟离昧不去楚国，一切倒还好说，可一旦钟离昧出现在楚国，那么陛下就绝对不会再放过韩信了，因为所有人都深知钟离昧的能力，要是真让他和韩信合流，那么局势将彻底失控。所以这一次会议唯一的重点就是该如何处理楚王韩信。而萧丞相虽然也有意偏护韩信，毕竟这是他当年举荐的人，但此时面对陛下的盛怒，他也不好说什么了。因此在之后的会议中，我便力主陈平提出的那个对策让陛下南巡，然后等到韩信来会见时直接扣押，那么到时候不论是杀还是留，就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了。最终在我的坚持下，陛下还是同意了陈平的计策，并交由我和陈平全权负责此事。于是为了确保行动顺利，
我特意把樊哙将军调了过来，由他担任此次陛下的护卫，以保证陛下的安全，同时再由他负责抓捕韩信。而后我则亲自抵达梁国，做好应急准备，以防止韩信一旦狗急跳墙，我就能直接率领梁兵冲入楚国，强行抓捕韩信。同时这也是为了防止梁王彭越趁机作乱。之后事件的发展也一切都如同陈平当时谋划的那般，我们顺利扣押了韩信。不过有点可惜的就是，陛下拒绝处决韩信，而只是褫夺了他的王爵，改封为侯。当然我不急，咱们慢慢来，反正即使成了列侯，也还是被陛下一直关押着，所以就先让韩信那磕头再留几天吧。而在处理完楚王韩信的问题后，陛下也算是勉强能够安心了。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们这些曾经受封列侯的人便又被陛下重新一批一批的封侯，以彰显帝国初建的新气象。汉六年正月丙午日，我与周勃、樊哙等人作为汉帝国第三批受封列侯的人选一同封侯。而这一次陛下为我新添加的则是涿郡五千户十邑，因此我又号为涿侯。其实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十邑多少根本就不重要，毕竟之前的我可都是被十邑万户过。所以余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只关心三件事：第一，韩信什么时候去死；第二，田横什么时候去死；第三，大哥当年的列侯爵位是否能够顺利被我的侄儿历届继承。这三件事很难吗？对于曾经的我来说确实很难，但是就现在来看那就不一定了。至少我已经成功将韩信从楚王之位拉下来了，接下来就差那最后一道了。